那我们现在看这台尼控的这台尼控 Mate FT3 哈，啊，这台是这个原厂镜啊，有这个原厂镜头盖，啊，有一个这个镜头保护镜，哦，啊，那这个镜面状况哈蛮好的哈，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这个镜面状况哈是蛮好的，啊，然后这颗原厂镜是这个200的哈，1:1.4哈，焦段200哈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镜面状况，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镜头状况，蛮好的哈，很清楚哈。那这个哈，机身哈也是正常可动作，正常可动作，很顺畅。好，我们把它装回去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机身哈，机身的这个皮革哈都正常哈，皮面都正常，啊，可以看皮面都正常哈。那这个机身的这个部分哈，上半部皮革也是正常哈，那机身保持都是蛮不错的，当然有少部分使用痕迹哦。可以看一下啊，那这个如果介意有使用痕迹的哈，就参考就好。我不介意的再来下边哈，看一下哈，看一下哈，可以看到哈，都快门哈，正常的动作哈，很顺畅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这个 FT3 哈，这边有，这台尼控 FT3 的这个视频，谢谢。